主料，鸡350克，辅料，葱10克，蒜头10克，辣椒25克，沙茶酱，酱油，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一洗净切断，加入蒜头、辣椒、酱油拌匀，放冰箱腌1个小时。炒后放油，将鸡翼里的蒜头和辣椒拿出来后放油里煎至金黄色。在煎好的鸡翼里加入适量清水和酱油，煮至收汁后加入蒜头、辣椒、葱段和沙茶酱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沙茶酱要出锅前才放，要不会糊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